你全部绑好这样子的，你可以关起来。所以里面全部是跑出来的啦，哦。OK， 小心啊，你的手，来来，马上帮我。放。哎呦你，我要去吃了。然后那个布哈，它是长的吗？你要长的，它是开起来是这样子整块，那你就这样子抓它，抓去中间啊，抓去中间，然后它就这样子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就把它这样子，你要两个人绑嘛，所以你要这样子了哈，这个你要开起来，开这样子，看到吗？然后你这样子哈，你拉去那边，然后你看它的布有多长点 ，OK。如果是它有多余，我就要拉上一点。OK， 假如它有多余，这样长呢哈，你尽量给它在这边一半咯。好，可以。这边就给它这样子留住。OK。然后你就这样子拉。哦，明白吗？那边也是这样子拉去。OK。可是你一定要叫人家拉中间，你才可以放松。没有哈，它会掉好。你要叫三四个人这样子拉，有没有？人家他才不会上班呢，要紧的。OK。这样子好像是飞松气啊。要几个人呐？拿着好了。两根可以了啦。一个绑一个拉。这样子哦，然后这边抓鱼了哈，你就抓一个球，就这样子绑一圈起来。可能它球会多，我可以把两个球都围着两次。厉害哦，你不要。你要及时来绑，或是我们没有空。好，你来开起来就好。这样子开就好了。你要那边我有抓鱼要给你哈。要抓鱼的吗？我有抓给你吗？没有的。就把它这个这样子，粗粗的你就上下啊，然后一个绳子吗？好。就把它用放下面，如果那个绳子太短，就用成这个绑。好，没问题。总之绑到完全部完整了，这个才剪。好，可能你要用好了。嗯，明白吗？晓得全部了才剪。明白。不然要绑了死了，剪掉了。啊，对。对哦。要留着那绳子先哦。我最多买了条string哦。东西难夹啊。没有时间了。拜拜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谢谢。慢走，慢走。来了，老板，不要跟我讲，不要讲了，我们来。OK， 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东西，看到吗？看到。对。是怎样？我就是忙这个，因为那个要 Christmas 啊，要给那些比较没有不幸的人啊，的啦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跟那个时间就对了，跟那个前面一样啊。对，前面一样。然后这个钩就这里啦，明白吗？然后上面不用穿，不用穿的，不用的。因为现在是流行这样子。所以屁股头发的啦。然后旁边就是我，你就是这个的吗？你那个开的比较。那个地方的。我的是这样的。啊，这样的哈，像你的这个头发。对。所以我要穿下去吗？穿旁边。穿旁边啦。就绑起来就好了。OK。那个在干咩？我个好似系，好似系咁嘅，又要条，一条的，对，一条的，一条就比较容易，这个就比较难，这样就要拉咯，啊，没问题。